8月9日，广东华西银行董监事领取高额会议津贴引起广泛关注，起因源于该银行在年报中详细披露了会议补贴标准。测算显示，如全勤出席全年董事会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董监事，将会获得高达36万元的参会补贴。2023年年报显示，广东华西银行董事、监事薪酬由基本津贴、尽职津贴和会议补贴组成。部分会议补贴标准为：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，每人每次10000元；出席董事会、监事会现场会议，每人每次1500元；出席董事会、监事会专门委员会现场会议，每人每次5000元。对此，华西银行方面回应称，该政策主要是针对独立董事，根据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及履职情况，以适当形式发放薪酬，独立董事个人年度薪酬总额也在行业正常水平之内。